等等等等，Hello， 我是 Bubble。今天我们还有带鼠来宝，他现在在生气，因为他刚睡醒，起床气。我们今天算是来到台北，特地来这边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就请腾腾自制的死敌起义翻身。对，因为其实说真的，我们在南部比较没有认识的过一番赏，可是腾腾这边呢，他算是每次做的一番赏啊，Bubble都会蛮喜欢。我们就是哇，这个不来抽一下不行了。因为那些我没有的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今天要抽的一番赏有什么？在这里，它这支 A 伞很特别，它是分裂的，它一半是石化的，然后一半是正常的。B 伞的话是有两只是一对的，还有小恶魔哎、哦，对，这个是最后伞，最后伞特别，这我没看。哎、欸，最后伞是抽完吗？就是你 A B C D 抽完吗？A B C D 抽完就有，跟上次一样，对，都是一样。我现在的这支一番赏，因为要做的比较佛，所以基本上你们只要消费低消十抽，就是送个保底奖。欸很棒欸，所以你十抽就一组。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是在抽这个分裂恶魔史迪奇，我们是为了这一组的。还有小恶魔也蛮漂亮的，这个我在外面完全没看过欸。会有一些是海外的厂商，大陆厂商跟美国厂商，然后跟他们进口，因为他们其实货源会比较广，也比较多。来吧，大家帮妈妈抽嘛，抽史迪奇。好，那你先帮妈妈抽要不要？开场就交给你了。好，先把不好的抽掉。你知道吗？他挑的我们选反方向要中奖。对，那我就中隐藏版。哦、真假的？对啊，那这次可能可以试试看，就会走，然后我脸就是掉的。第一抽，哦，正常，正常发挥。一就是盲盒，现在都是随机盲盒，可以自己选，品项很多。都还没问说一抽多少。啊，你们这个一抽是650，六百五，比较贵，毕竟东西比较贵。我眉头都不眨一下。对啊，一抽完都在痒痒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两抽就1300。来喽，第二抽，啊一。我们上次在腾腾这边包套哎，这次总该要来个不一样的感觉。搓搓搓，人家说要抓边边，立起来抓边边，有这样的，就比较容易中。那我会看有没有中，一，看你的表情就知道。现在我们都没有话，就换鼠来宝，然后说不定鼠来宝就中。边边卡在边边，好，就这两张了。哎呀，乖乖中。不讲话的意思是。真的耶，小宝换你了。他今天应该有感觉吗？他说好，你看看看，哦，感觉不一样喽，今天不太一样。一抽650，你知道吧？一抽入门。等等等等，哦，真的耶，300，300，又300，300，哎，他今天真的不一样哎。他刚走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感觉他已经不一样了。好强哦！他今天发挥哎。小宝，你知道你抽到什么吗？哎、欸，是这一支哎、欸，最大奖的哇！妈妈最喜欢的，最大是3-4千，贵的。其实刚刚应该叫他直接过来，然后就结束了这样。哇，你好厉害啊、喔！那甩宝继续，有神快拜啊，强哎、欸，甩宝。哦，正常发挥。我们累积十抽有一盒那个。对，那这两抽，他很厉害、欸，他今天运势不错。先关键了，这个太可怕了。欸，他打花之前就是等一下不会中的。你们今天这样子，他这样抽的话，片场会不够。再做一套给你们抽。这一只，这个超可爱的，甜蜜暴击，这个叫甜蜜暴击。哎、欸啊，你就站在旁边而已啊！你在干嘛？看你儿子发威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他会不会有 B 跟 D？ 直接暴击，让那个腾腾关店。一咬一。颁奖，裁判，你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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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我觉得你不可以输给你儿子哎，你要不要再来个三抽看看？一，那你跟我一样抽下面的就会哦，抽下面了，好，你儿子，你儿子就会中奖，抽下面，一，我抽下面没有中奖怎么办？看你抽最下面，最下面吧，好，抽最下面了，最下面了，有没有中奖呢？哇，金子，我的龙年史迪奇战袍哎，派出来了。有人抽一番赏还要换战袍的吗？好像没有。看我换完之后呢，有没有七抽共第九？没有，是888。会不会中？这样是怎样？来第四个会中吗？怎么办？哎，我觉得
好运传给我。摸摸。六百五喷了，你抽了四张，六百五乘以四。心在一起。哎、嗯欸，我也三中共了。我觉得我们等下如果都没有，再叫水来宝来好了。怎样？我就跟你说了吧。一闪啊！哦，好强哦！好扯哦，还剩一个。这样我等于是五抽中一个啊，他三抽中两个，对，来吧。哦，你们好厉害 哦, 哦！今天是男生专场。哎、欸，你看你们还换战袍，十抽共估，决定了吗？那我也挑一个，而且我是听他的，我挑最下的。一，哦一哦一，天哪，你是D，你说你是D。我搞台湾。你说我是D。好看是不是？喝咖仔，喝咖仔，你命定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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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？喝！哎呀、哦哦！我是D耶，你是D啦！好扯哦！这一集抽24抽，你们省了16抽，24抽全部抽完。首先是这一只是西赏，这是索爱宝抽到的，这一只是这是我抽到的，第一场冲浪的，这是10抽的，10抽的保底的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 A 赏，看我老婆兴奋的样子，哎，好啦，老婆开心，我也会开心的。哇，老婆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拿出来了，索爱宝，这你抽到了 A 赏。他今天真的是战神，哇，他真的保存得很好，还用免的，你看，免的跟速带，哇，这是什么？他证书，正版证书。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开箱工具，你开箱你要戴手套，哎，然后证书在这里，哦，你看，很酷吧？来喽，呜，哇，怎样？出来吧，有他的脚脚尾，哇，他的头尾，哇塞，很酷哎，这是我品质保证的一支，哇，进去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这是好美哦。水宝，这是你抽到的耶，好漂亮、哦！我送给你。老婆在猜最后赏哎，哎、欸，他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他送的水晶球，厂商直送，等于是你们最后赏了两只，太好了吧？太开心了。哇，黑色哦哦，好美哦！它是恶魔史蒂奇。问你，如果真的观众粉丝特别来找你抽嘛，万一他们要来之前，可不可以先跟你要求说他们要支持什么一番？可以啊，但是要给我时间，但是要过来抽，不要弃单了。你这个最后赏值得哎，哎、欸，这只真的很美哎，各位，这只好值得收藏哦。各种开箱，哦，哇，超漂亮、哦，哎、欸，这很适合过年哎，超漂亮，要咬钱那种。哇，这个超级漂亮，超精致。它、啊、下面还有那个。丑娃娃的那个，哎、啊，你抽那么多，你要怎么带回去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带不回去怎么办？基本上我会帮他寄到家。如果是这边的会员的话，基本上是免运。好可爱哦、喔！他是那个什么乌拉轩，乌拉轩系列。好啦，你的史蒂奇全部都拿到了。今年的过年的新礼物很棒哈、喔。都是史蒂奇，满满的史蒂奇。对你今年好多史蒂奇哦、喔，多了好多史蒂奇哦、喔。那你的公仔柜要清的位置让我摆。你知道吗？我为了让他放史蒂奇，我把我公仔卖去二手店那你是不是觉得很值得？今天还是要抽东西给粉丝的，给他们抽两中盒。太好了，虎鲸然后做成飞龙的一个潮流盒碗，就是那个鲨鱼的那个沙西米的赖尔贴图的那个，就抽这两个，就留言按赞分享。谢谢腾腾又再度爱戴我们的粉丝跟观众。抽奖办法的话，就是刚刚腾腾说的。我觉得我们今天算运气还不错，尤其是鼠来宝帮我抽到了大奖。下次呢，他还有什么新的史蒂奇一番赏呢？我们再过来腾腾这边玩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玩完也要回台北了。回台北这边就台北。不，我们還要台南了。啊，你这些东西怎么办？要请腾腾帮你寄吗？好像需要。寄也可以啊，寄可以哈、啊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这边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鼠来宝，拜拜。鼠来宝，拜拜。哇，来这边还有点心可以吃，就是有这么好。这么棒的老板，看小朋友吃，我就觉得超级疗愈，真的、哦。对，我很喜欢看小朋友吃东西，我觉得幸福感很够。